Hello，大家大家好，好。今天是一期果冻挑战。是的，4年前我们曾经拍过这个挑战，然后4年后4年前吗？我们又来了。对，然后4年前看过的人还在吗？没有，这是我们道具，很多口味的果冻。今天还是我来猜，想来吃，是我来猜，你来吃。我对，猜你来我吃，说了，我说的就是我来吃，怎么来猜啊？不是啊？你刚才说的是我来吃，你来猜。我说的是我来吃，你猜。哎呀，你不愿意看一遍回放？今天还是我来猜，怎么来吃？好，开始吧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了，这是第一个。好的。好吗？什么味儿？草莓。答对了。好，第二个。好。是儿子不太好看，再舔一下，再舔一下，没了，先尝一下，先尝一下，没了，我再吃。不用吃了，不用吃了，我可以感受到味道。不行，必须得吃。哎呀，又留下来了。你能不能好好接着吃？但不用吃了，不用吃了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尝一下你嘴，还没有猜出来、啊，嘴唇的味道啊！不行，你不可以嘴唇，嘴唇，你先猜，你必须得猜出一个来，猜错了，然后我可能继续那个什么，猜对了就不错，就直接过了，快点，别过那个业绩干嘛的？金苹果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心眼，这个真那个什么，你真的是，我尝一下怎么了？我再尝一下，确定一下。也是可以的嘛。下一个，第三个，收集那些花花小精灵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完了，好了吗？每次你嘴漏一样，就是。没猜到，再猜一猜。你不用吃了，你都没猜到，我当然得吃。你嘴里是有味道的呀，我只是在尝一下味道而已。那你变了再吃。你克制一点。是。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橘子口味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对不对？橘子口味。对不对？对啦，厉害死了。下一个啊。这个果冻的味道还是蛮明显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好吗？先说好，事不过三啊！这是我三次了，这是我尝一点。来吧，这味道不是很明显，让我再尝一下。五，已经三次了，说，哎，要不就算没答上。这个没答上，这个。失败了啊！这个是荔枝，荔枝口味。对，来，最后一个。我连手，连手，我一舔，太好了，好难撕这个，好吗？
你先猜什么？再来一下！你这个都没有去思考，就直接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！你明显的就是别这样。我也深入尝一下啊！你快点吧，你先作答。青苹果，决定。嗯，恭喜你答错，你只答对了一半，它是一个混合口味。那我再尝一尝这一半。我再尝一尝那一半，那一半已经没有了。那一半我再尝尝，确定。那一半是草莓，错了，橘子。不带你这样猜的，一共就这么几个味儿。没事，我有就这样错了，就对一半一个，基本没了，好多都是重复的口味。那你再来最后一个吧。行，那再来最后一个吧，让我深入的尝一下，对吗？那就最后再来一个。让我深入的尝一下啊，这次听到没有？嗯，对的。嗯，让我深入尝一下。橘子口味。耶，老东西，在哪？哎，有什么惩罚呢？有什么奖励呢？惩罚应该是你的惩罚吧，对吧？我都猜对了呀。嗯，那你想要什么惩罚？是不是我都猜对了？那你有这个惩罚后边是啥？嗯，直接猜中，猜中的。什么惩罚？我再多深入的尝两口，你猜。来，再来。哎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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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